Hello，大家好，我是笨鸟，欢迎回到 Lords of Fallen Lords of Fallen。好，然后我们继续就是走进度，然后我之后可能会每一集换一把武器吧，然后这次用的武器是那个 God Sword，是一把 sword，之前好像没有用过 sword 的样子，就是普通的剑。然后就试试看喽。然后这把 Peacemaker 真的是攻击力非常可怕，撞了一个 Flawless Lock Rune 就变这样子，603的 damage，非常高。然后看一下 Yet 卡要说什么吧。We owe you. Harkin, you won't believe this. See, where does it? Oh, so okay. Right. If I. 好，然后。接下来要先去开门。是。是。等一下，有三个。有几个？到底有几个？三个对不对？四个，这个四只。所以呢，跳跃攻击很好用啊。三，然后第四只，有第四只，刚才有四只，第四只在哪里？四只在哪里？没有第四只了。好吧，那先再要去拿那个。卡住了。Resistance shot。好，然后这里有往上的楼梯。再次，喝个水。Energy shard. Swords are made for mortals, but this sword.It is something else. If I only imbue these runes on it, this sword will be fit for gods. Lost Pike. 我要拍一下照 boys. Lost Pike 在哪里？啦啦啦啦！我已经超过了 Lost Pike.Lost Pike 应该不在这个后面了，在这里。Lost Pike， 好，拍好照了。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拍照是要干嘛，就是其实我现在有在编辑那个巴哈的攻略百科啊，所以就是我想说就是照片最好都自己拍，这样比较好，这样子。
所以就这样子。接下来有一扇门在哪里？在这里。有弓箭手，还有一只小藤怪。Ancient light. 哦，灯泡没有坏掉。爬一下 Ancient light. 好，然后继续到另外一边去。另外一边怎么走？不是这里，是下一条。下一个楼梯，楼梯，哦，这里。楼梯。宝箱。箱，哎，哦，我吓一跳，我以为怎么打到他们了。好，然后，哇，这剑的动作真的好慢啊！好吧，那就单手嘛，单手的。不知道，试试看。啦啦啦！好，不。说你。然后这里一扇没有用的门，你在哪里？在这里。河水。Small room, children. 又有弓箭手，弓箭手锁起来的门。然后还有什么呢？暂时打不开的门。然后有一个 poison resistant shot。我现在来去找通往开关的那个门，开关的门在哪里？在这里。Pull the trigger, lever, lever， 是念 lever 不是 lever， 我就念 lever， 所以就念错了，没有错。抓一下眼，好，继续。接下来去，一直走错，真是。来去。
哇，烦死，再来一次。去打怪了，我走错路，现在大门开了，所以就进去了。然后有一只，拍个照一下，不好意思，太乱了。Hello。哦，哦 ，Small Western Antigen 的拍照，他是开这个门，这个门吗？我忘了那个门在哪里，哦，在那里。好，等一下，怎么上去呢？楼梯。Keys。安全可以。Attribute point shot。往上走，继续卡住，好，继续，走错了，好，等一下，所以应该是在对面吗？这里有楼梯对不对 ？Yes。哎，这里有路。哦，暂时打不开的门。It's locked。锁起来了。哦，对啊，就是好像。要开始放廉价量，也就是228的廉价，还蛮不错的吗？应该是蛮不错的。Dog， 哦，哦，啊，哦，是。谁是我？哦，是你。You're about to die。哎，没中。Small circle。好。哦。Empty bottle。好，往前走。喝水。现在有点累了，然后有一个道具，
没有东西，这里暂时没有东西。有点好奇，如果现在把那个雕像打破，掉出什么东西？为什么没有打中？等一下要死了。OK。确认。打雕像。托尔在哪里？托尔。好，所以什么都不会有。看来这把剑我只会用冲刺攻击了，因为其他的都好慢。好，修图。哎呀，是，好，这里我相对比较不熟，所以呢，就是花的时间也会比较长的。到了这里。开门，回到了 What's the antechamber? Antechamber. 算了 ，Ancient point. 开门。我进去，谢谢。好，有一个宝箱。Empty bottle。Hello, you die. 等下要死，居然死了。Well， 吸血变得好痛。我换一下 trinket。Equalizer，like the great bird of new dawn， 还是？不。Backbreaker 好了，然后就换成 Peacemaker 好了，然后就迅速的跑到刚才那个地方吧。哦，也出现了。等一下，还是很 leverage。又被偷袭。OK， 小怪在哪里？
不，哦，还是撞。Oh shit！ 在这里。好，没有掉东西。前走。这根本就是不公平的战斗。被盾击。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不能连续？快死掉了。好。OK。不好意思，现在外面有救护车的声音，可能会很大声。我觉得可能蛮大声的。哦，好，这边打开了。You die. Oh shit. 你这只狗。好，去打断它好了。你可怕，吸血，我被射，在哪里？弓箭手，找到了，一号，今天就账面上来看，好像 Peacemaker 并没有特别变态的感觉。还有另外一只。就账面上来看，这个是怎么样的说法？不知道。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是不是 FPS 有点低，所以看起来有点晕？我觉得有点晕。好，我们往前走。等一下，我去找一下 ，Response 应该在附近。我先到G12。Checkpoint。因为我不确定我录了多久，我刚才忘记计时，这样子。然后，似乎哦，好，没事，刚有宕机了。好，那就先录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还喜欢这样子。下一集再见哦，拜拜。